代一样。你看那台评测也是一样，都是毛病的。要经过热配合之后才能够弄进去，但是吼、哦，它那个如果你自认你太热的话吼、哦，只会收缩掉。它这个轮子的踏面吼、哦，跟它那个整个轮毂还有一个里面就是内外内。我看到那个早期的那个五六十年的相片哦，像台电的火力发电厂的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从国外在基隆港那边下来，也是用这种设备。设备的话哦，没有人敢拍了、啊。拍的话可能会被贴上那个白色恐怖啊。你有那个自己现在有那个洗相片的暗网的话哦，你就可以自己去运作嘛，就好像方式不一样。那你没有的话，你就拍摄摄影师，那不敢不敢跑。拍摄黄生也是最难拍的。拍摄先生他在新北。这台车是美国人发明的，具有工程单位的最强技术。啊，你这这个实力是够快的哟。八个就挣了二十几天，对，当天报告完之后，就有电话说，对啊，
这种转向，这最起码都超过70级。